娱乐至上，小麦解说，好，给大家带来一场超皇冠的比赛啊，对吧？今天双十一，双十一的话，我们也是挑一场给力一点的比赛，好好的跟大家在视频里面聊一聊魔兽，聊一聊电子商务，聊一聊天猫，聊一聊双十一，好吧？还聊到光棍节。好的，那光棍节的话我就不过了啊，这个节日就留给大家了。当然如果说你实在没办法的话，赶紧给你的右手买个手套，对吧？也是，对吧？你懂的。当然有些人说我其实是左手的，那也可以啦，对吧？其实，对吧？这东西你懂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看到这场比赛的这个两名选手啊，玉米红色啊，上方的话是蛋种紫色，蛋种是精灵，然后依然是中立的首发。MV 这张地图已经是很长时间没看到了，那我们也是比较期待在这张地图上面的一场超皇冠的一个战报。玉米呢是本周英雄首发，那我们来感受一下啊。去年双十一是191亿，对不对？其实我知道还是有一些水分的，不管说水分还是不水分，反正就是什么数字还在那边的，量级还在那边的。那今年啊，我个人估计啊，500亿应该问题不大。当然如果没到的话，你就会说哎，小白吹牛的。到了的话，哎，还真是到了，漂亮 ，nice， 给力，对不对？好了，山丘首发，对不对？啊，我个人估计应该是有那个500亿啊，真不是跟大家开玩笑，是我是有经验的人，我跟你讲，啊，不是跟大家吹牛，对吧？你别看大家都说啊，小歪是一个解说，其实呢，小歪在电子商务的上呢，还是略有一点点的心得，我只能说略有一点点心得，跟人家真的专门干这个方面的人，肯定还是比较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呢，我们也算是。不算完全是个门外汉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几个品牌，我估计对吧，什么骆驼啊 GXG 啊，还有什么很多很多吧，这种品牌应该都能过个亿，应该是没啥问题。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就是说啊，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应该是非常迅猛的，什么都在电子商务化，但是呢大头应该还是在这个线下一个零售啊，大头还是线下零售，只是说线下零售呢没有那种，就因为大家现在都在上网嘛，对不对？你可能也不知道那种线下那种活动，其实如果你逛商场的话，你会发现商场里面买东西的人还是很多的，还是占大部分的啊，不是说现在的电子商务已经是最大的，不是的，只是说电子商务呢比较热闹，有那种炒作的空间，对吧？新闻也打得比较响，你会发现啊，地铁里面啊，公交车上啊，电视机公交车的广播啊，反正什么电视机啊、网络啊、各种地方，优酷啊、土豆啊，你能看到的地方都是什么双十一的广告，真的全部是双十一，不管是淘宝投的，还是阿里巴巴投的，还是什么天猫投的，还是那个啊，不是是什么国美投的，还是苏宁投的，都反正是双十一的广告，你看到都快吐了。基本上四个人都知道啊，有双十一这个事情，家里面老妈就会打个电话，哎呀，我想买个东西，那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帮我买一份，对吧？大家都觉得啊，半价便宜，对不对？一年就一次，人家都买东西，你不买不好吧？好，看这边第一个点位的链接，买了一个黄皮啊，黄皮是蛋种的，哎，锤子锤座，玉米这边是选择这个点，我先小样的强割怪，不围死你，对，这本 TP 肯定是要交出来的，哎呦，这边的兽王是被打出 TP， 当然其实对于这边的玉米来说也蛮痛苦的，他这边虽然把对方 TP 给打出来，但是自己的部队耗的也很多血，哎呦，现在我们看到这点怎么练啊，这还怎么练啊，我就问你啊。只有农民练的真的练到猴年马月，还好顶盾是研究好了，否则的话这个点真的是死成狗了。现在这样的话还好，反正有顶盾能扛，但是练得很慢，反正总就是没有人来打扰他了。真的山丘稍微辛苦点，直接就地放一个商店，那这个一放商店的话，就所有人都会打这个农民的啊，这个仇恨值很高，对，这个仇恨值很高的，全套要打，哎呦，极品啊，这极品这个点上面能打到最好的两个东西了。好，敲一下，再敲一下，好了，干掉。蛋总这边前期也是自己也把这个点给练掉，两级。这属于我觉得玉米这边虽然说练的慢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前期气势打出来了，对吧？你怎么在我面前骚扰我，对吧？那不把你这边打回去，我不能忍啊，我不能接受啊。好的，对，不能接受，所以的话，我们看怒锤这边的一个兽王也是被锤回家了。接下来继续练。继续练啊，这个等级也是兽王到3。同样我们看到啊，玉米这边还是比较抠门的啊，这个慢鸟又没舍得贴，等到这个点位练完以后再贴，咋说呢，是吧？就是魔之霸3这个游戏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很讲究细节，就你能省就是能，你尽量省就省，能省多少就是多少，升到3级，然后的话待会把那个血量都扛得差不多了，均分一下，均分好以后呢，我再贴药膏，那这样的话药膏也就利用最大化。
商店在中间补得很早，兽王这边也到三，两个敏捷加三，一个的这个加油手套，感觉都是一些输出装，就是一些加攻速的装备，我感觉不太好吧。这兽王还是撑蓝啊，撑血都不错，撑敏捷反正不太好。好，两级的猪，哎呦，这个猪是真的跑得非常的快，豪猪。现在我们看到是一二三，三个步兵加一个黄皮加一个绿皮，开矿肯定是要开的。蛋总这边好像目前来说小精灵什么的也没看到他有做什么去对方的，比如说去对方的这个矿里上面侦查呀，似乎是只用了一个猪去对方家里面点对方的这个防御塔。这个猪点塔真的是非常的给力，瞬间是把这个没变成的塔是点掉了。兽王在这边啊是赶紧的补这个蓝，把没用的东西全部给卖掉，这个加速罩什么敏捷加三啊全部给你卖掉，一点用都没有。小步兵啊，给我一刀，一把小刀，我也能切倒砍倒一棵大树。这是梦里面的想法。先锤一个 AC， 哎，我觉得这个兽王要当心一点，驱散掉这个兽王，当心一点。你虽然有个大无敌，但是你大无敌也不想这么快交出来吧？锤一下，这个绿皮死了。敲地板，我去，凶！敲地板算你凶。哎呦，这个 AC 又要死。又干掉一个神兽这边又锤，我去，这一波杀的好爽啊。那另外一边兽王的这个现在是尾行的，这边玉米的部队啊选择要去对方的矿里上面。哎呦，我感觉这几个兄弟的坑货啊，你们是要带着这边兽王过来干自己吗？还好这边有一个圣塔。好，这边这个步兵是要跪了，干掉蓝瓶吃掉锤。哎，没锤吗？哎，没锤，锤了，忍不住还是锤了一下，一下有血，这没血啊，这无敌给我交出来，对，这无敌给我交出来，肯定是要用无敌躲个锤了，否则这再挨一个锤就扛不住了。对，这边蛋总也是用大无敌顶个锤，其实我觉得蛮亏的，真的是这样一回事。女猎手被这边的绿皮给干死，三秋这边继续追这个兽王，理论上来说追的应该是能追上的，毕竟有血。能追个半天，现在三兄这边是只字不见在追。哎呦，这兽王跑不掉啊，再招一个猪那你肯定死了。锤啊锤啊锤啊，你倒是锤啊，锤住。哎呦，这个猪在卡位，卡什么卡，小动物也在那边卡位，一脚敲地板。哎呦，这兽王要死，哎呀，漂亮。哎呦喂，小心肝扑通扑通的跳，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差一点点，我这真的是蛋总这边是给我们秀极限吗？马克思，我们看到这是马克思啊，马克思大鹏冰矛，好吧，看来果然是马克思，凶得很，这居然都没死，瞎了哥的狗眼，真的是死里逃生啊。那接下来的话，双方就是说两矿对两矿是肯定是已经妥妥的没问题了，对不对？都已经是把两矿给做死了，这个事情肯定是已经作为一个事实进行一个发展。蛋总这边阿本科技马上就完成啊，兽王刚刚也是大难不死啊，我真的是说大难不死，这个真的是感觉血就已经是看不到这个血条了。啊，另外一边山丘这边刚刚也是蛮郁闷的，吃了一个大蓝瓶也没把这事，哎，我觉得也不亏啊，大蓝瓶换一个大无敌，我觉得这事情对吧，从价格上来说也是等量的呀。好，现在我们看到兽王的继续练级啊，这兽王等级也是瞬间提到了四级这个等级。这场比赛时间是真的蛮长的，对吧？平常我会跟大家说买点零食，今天就不说了。这双十一大家还是该买点天猫的东西，买点天猫的东西，毕竟零食店的优惠肯定没有那么人家那么大，人家打五折，我这个打不起这五折。对，所以大家可以去什么天猫这种地方买东西得了啊，这倒是实在话。你要平时买点东西，那也是一回事。我这种是细水长流，每天都可以买的。一锤又干掉一个 AC。反正现在 AC 什么的都是那种最好欺负的玩意儿了，驱散，再驱散，好的，秒杀你这边的战鹰。哎呦，这边黄皮死掉，泥人挡女玉米的这个泥人，减速一下，往后面走，两个绿皮哦，打女猎手很快，两个绿皮打女猎手相当给力。熊猫作为二发，一个女猎手被干死，现在关键这三个猪有点凶啊，一锤的这边的熊猫，好像这个熊猫是要死。还有锤，有鞋，将 TP 递过去，交换过去有无敌，哎，躲掉这个锤子。蛋总上比赛给我们秀躲锤吗？今天还去看了一个雷神，对吧？雷神二之暗黑世界，好像是这样的情况。雷神
也蛮好看的，一锤再一下，哎呦，这山丘肯定是要能杀掉熊猫的，这边已经说是没办法事情了。哎嘿，商店里面机智的买了一个宝存，这你敢相信啊？弹弓装备他各种秀啊，这个宝存买的真的是神来一笔啊，哭了。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感觉已经手到擒来，对方一个宝存给逃掉了。雷神啊，雷神啊，哎呦蛮好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真觉得不错。完了他们都说小歪，你看的电影哪部是不好看的，那什么都好看。上个礼拜看那个金刚狼啊，反正这主角男女主角有点稍微不太给力，但是呢我心里面一直在想个问题，小歪你就你这长就你这长相还人家还敢笑人家。后来我就想了，对这个事情长相的事情不能吐槽，你要吐槽人家演技不行，这可以，但你不能吐槽人家长相，你自己都没有啥，你自己都这样子了，你还怎么样，对不对？好吧，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蛋总呢是这个熊猫，刚刚也是说完够给面子的，把无敌给你，保存用上。现在这边大量就是雇佣兵，阿蒙科技倒是开的比较的稳啊，没有进行任何的骚扰，虽然双方就是正面的硬刚。说完带着这边女的加弩车是要强推这边的一个风矿，买了药膏清醒跟敲地板，三个女的是中减速，一个干掉，一锤锤住熊猫。上飞艇有没有？这个回压还是很不错的。上飞艇有没有？两个绿皮，一个黄皮，驱散一个猪，再敲，感觉好像有点不太给力。又是一口火喷了一个绿皮，上飞艇啊，这个现在是在秀飞艇爆了，敲地板，五级的 MK 有锤，一锤锤住这边的树王，我觉得可以锤这个熊猫，熊猫是肯定能锤死，树王是弄不死的，剩到两级的一个熊猫 TP， 这漂亮，锤跟 C， 这是什么什么两级？锤这是 T。敲地板是 TC 连击，直接把这边的一个熊猫给秒掉，还以为熊猫不会死，没想到最终还是被干死了。高等级的 MK 啊，刚关键玉米的手速非常快，买了道具锤踢，哇，这叫一气呵成，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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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啊！这边蛋总这边没法再修了吧？修不起来了吧？狮王这边血量血很低，对方的山丘等级又比较高啊。当然人族这边阿蒙科技现在也完成，阿英雄现在是 BMG 42人口，家里面补了这个十九龙，哎，这车子是什么概念？什么意思？你几个意思？哎，还有一个，你几个意思？三丘不到六，你不开心对不对啊？好，送我到六级是这个意思吧？蛋总这边怒送两车子，这两个车子送的有点稍微莫名其妙啊，送两个车子。这个五级的兽王也到位了，放了一个 BW。三本科技在升哦，刚刚这两个车子送的的确有点稍微的蛋疼了。现在这个山丘锤子一定要多，对，雷神之锤，风暴之锤，山丘这个叫风暴之锤，人族这个祭坛叫风暴祭坛，对不对？没记错的话，国王祭坛，一直会说想到风暴祭坛，风暴祭坛应该是兽族的，啊，这个精灵的对吧？精灵的，长者祭坛，精灵是长者祭坛。还真是没记住，真没记住，记忆力不太好，年纪大，哎，尾行，没有保命道具，干他呀！两三个锤子呢，我觉得有机会啊。又来这一招啊！那我觉得这个山丘现在跟熊猫两个人是犄角之势的话，不好办了。锤啊！我觉得这直接三级锤子锤上去了，想那么多干嘛？那这个山丘一直在那边低调的，在那边干嘛呢？弩车在那边往前强推啊，这个龙鹰来了，一锤锤住，哎呦，这下去，我觉得直接杀树王都有机会，敲一个地板，你怎么个弄法？招一个什么东西保存回去？这个战鹰直接雷霆战鹰直接被这边龙鹰给夹守住，漂亮！一锤熊猫你哪里走？熊猫有个单船，喷一口火，敲地板敲一下，三丘这边还有个蓝瓶点掉，哎呦，这个被动鱼锤住，你还想走？这我，哎呦，又是一脚地板，漂亮，又将这个熊猫给锤杀，我的天啊！我们看到这边现在我们看到蛋总这边因为是都是一些没有控制型的一些，我在想要不重修一下技能，把那个熊给出来，熊其实还算是一个有控制型的一个玩意儿。然后的话，现在这个熊猫已经死成鬼了，被对方各种的杀。好，这边 BMG 是两级了，已经，哎，快三了。我们看到，直接是给山丘送锤子，输送锤子。
我这个好惨啊！现在兽王是刚刚只有五级，没有保命道具啊，没有保命道具，你的兽王我觉得很危险啊。345点蓝满蓝啊，就是垂直跟地板可以接着用，使劲的用，直接放塔开矿啊。玉米这边也是走三矿的一个路线，蛋总现在这边局面就不，哎，怎么还有 AC 啊？这部队怎么看的有点怪？为了打对方的龙鹰吗？蛋总这边现在是 AC 小鹿这个巨灵龙打这边龙鹰啊，这个龙鹰也是打不过对方，这还真打不过。哪个某个都打不过，打不过 AC， 打不过小鹿，打不过这边精灵龙。这个 AC 这边放倒，这锤子锤 AC 我觉得有点不太实在，尤其是三级锤子。兽王又刻了个清醒啊，就是各种的送战鹰送猪，这真的是一个兵工厂，移动兵工厂。吃下去的是清醒，拉出来的是兵。好，又是哪个 AC 要倒霉啊？又一个 AC 被干死。又一个步兵被换掉，哎嘿，这边又有个 AC 一锤，我觉得锤子换 AC 这事情有什么意思吗？这种 AC 我留着它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哎，比亚木鸡当先，现在我们看到这边的这个猪啊是凶得很，啪一锤，一个 AC 又被放倒。哎，这干嘛锤这个 AC 呢？我觉得三球活活被人家打残，有意思吗？这个？这有意思吧？这没意思啊！我就用一个换一个 AC， 然后被他打掉这么多血、啊。好的，我们看到这边啊，当然我们看到玉米刚刚也是勾引的非常成功的，直接把对方勾引开以后呢，这边矿又是开起来，蛋总这边也是没有能够侦察到，侦察小鹿去了以后呢，被人家瞬间射成了马蜂窝，倒在了对方的塔下面，非常凄惨。所以我们看到玉米刚刚那一轮，我觉得拖延时间也是有其战略意义的，就是说从正面上来看，你的确有点小亏，对不对？但是呢。啊，蛋总追了半天，发现对方的矿都开好了，嘿嘿，你以为哥怎么就这么傻，对不对？所以这事情，你要想的深一点。好，龙鹰现在是在双线骚扰，对。那现在这种局面就是说，现在是两矿的精灵打一个三矿的人族，是不是这样一个剧情？目前来说是这样一个剧情吧。影子好猪，哦哟，600点血，39到45的一个输出啊。这个输出已经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一个输出了啊！三秀这边又满蓝了，5级、2级啊，熊猫等级有点略低。这边矿我觉得不好弄吧，这个矿我觉得不好弄吧，用猪来上面去点，用猪来猪上去点。哦，这个猪真的是够坚挺的啊！猪主要是中型护甲，所以它还比较能顶塔，而且这个猪点塔也比较给力啊，后面的这个塔也会被耗血。来，又要强推，又要强推。好，这个必须得强推。一锤又锤一下，弩射这边先推推塔，给这边的玉米一定的压力。玉米的这个龙鹰呢，现在是赶紧先回过来，补一个商店，兄弟们滋补一下。好的，我们看到现在蛋总这边的一个近多少人口？我看一下，79人口的一个部队可以强推一下。玉米这边只有61人口，就现在我们看到，哦，这边。两个猪一个鹰啊，点塔真的很快啊，都是推塔都是高手。熊猫过来是挨锤的，挨锤当领袖。哎呦，龙鹰真的被对方这么多穿刺部队点，真的瞬间被秒杀，纯穿刺部队接近上市。哎，这熊鹰是谁？哎，这货是谁？这货是谁？变身，怎么突然间来了个恶魔猎手？这兄弟是为了抽着三秋了吧？突然间看到了一个恶魔猎手，小家伙，这我估计你得这场比赛多死2次。有锤。有锤，哦，这边粘这边的山丘，我们那手上去蹭一下，一锤，一个鸟就被锤死。BMG 没蓝，居然说是，不科学。BMG 居然没蓝，好，这根塔又被点掉，这个猪点塔有点凶啊，一锤干掉。好，熊猫是保身回去以后又来了啊，这个熊猫也这场比赛的确是个，这个关键这边还有个小三，我们那手，一下。哎，对方的部队有点多，全是远程部队，点在山丘身上还是掉血，又在用这个猪来耗对方的这个塔。你看这个，关键这个猪啊，它这旁边那根塔也要受伤。三本科技也是完成，那现在我们看到玉米这边攒了1600块钱，现在还有只有41人口，在攒钱。弩车不要上去，弩车这边一定要注意好位置，就开始推对方。又是一个猪，哎呦，这个猪咋这么多啊？喷火。熊猫你倒是喷啊，喷一下。对，这农民估计要被这个猪给耗死。现在兽王血点血少，买一个飞艇吧，吹起这边，哎，吹起来一个血瓶吃掉，这山丘当心一点，
比较就是被吹起来了，一口火喷一下，这是鸟德是升级的大世界的吹风吧，啊真是一个吹风，吹吹流还真是一个。好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塔阵现在还是比较凶，一个小鹿又被点死了，这个大猪有点凶，大猪有点凶。哎哎，感觉这个弩射啊，三个弩射还真的是给四个弩射给了这边的玉米一定压力，一根塔被点掉，谁又升级了？哦，熊猫升级了。我现在这边弩射太多了，我们看到弩射多了以后，这个农民是有点稍微惨，或者这样顶不住啊，你这样农民伯伯各种的被人家弄死了，弩射就换你农民。玉米这边什么时候能够把自己的部队给爆出来啊？现在就有点顶不住啊，兄弟们，前线有点顶不住了，对，有点顶不住了。弹头这边是现在用大量的这些箭弩射在推的话，推了这边玉米这边矿、啊、开的非常惨，又有一根塔又要倒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又死掉一个，锤了个鸟德，我鸟德还没死，吹起来，强拍这个防御塔了。这边现在还有一个农民被拍死，熊猫又喷了一下，这熊猫到三级真的是不容易。BMG 当心，能避难一下吗？避难一个，避难一个，没避难，避难好像应该是在 CD 交换一本 TP 过去。那这样的话，这边矿被这个弹种给推下来了，漂亮。对，这根塔应该这个矿应该是守不住了，这么多根塔居然没有能够顶住啊。弹筒这边推得非常非常坚决啊，这个居然就被他能够推下来啊。这个猪过来侦查一下，对方三本科技完成，现在都是一些龙鹰。我们看到玉米这边呢现在没有存款了，大家准备出坦克来进行一个推，然后用来这个找自己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弩车推这个建筑局确实比较厉害啊。这边的话三英雄在那边练练级，特别是熊猫跟这边的欧姆练手啊，这个酱油欧姆练手就突然间看到个酱油。弹筒这边有些时候也的确会给我们一些惊喜啊，出了一个欧姆练手作为三发，这我们那时候二发都已经很奇葩了，三发我们那时候好吧，算你狠。玉米这边现在是62人口，部队上来说一直是起不来，而对方呢是拥有一支80人口的部队，始终是80人口。弩车继续就用来推对方的一个建筑，弩车现在就是见谁推，见人推人，见鬼推鬼啊，无敌的存在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啊，大家双十一的话，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我优酷空间给大家推荐的那个艾伦克服饰啊，对吧？对，艾伦克服饰，当然还有包括像骆驼男装啊、骆驼的皮鞋都可以去考虑一下，还有骆驼的户外一些东西。而绕过来，我觉得龙鹰部队可以偷这边的车子，一个。哎、啊，我在想这个 IC 它的存在意义是什么？除了 IC 就是为了挨锤子 ，IC 的人生命就是挨锤。点一个鸟德，哎呦，敲地板敲一下，一个被点死。龙鹰部队这个被熊猫的一个酒中了以后，这龙鹰很菜啊，这菜龙鹰真的是一辈子菜龙鹰啊，太菜了，被人家小鹿一顿的戳。而熊猫这个酒这个技能很不错，其实酒的话会让对方大量单位就处于一种这个 miss 的一个状态。对，好，现在是弩车是直接忽视掉了后方的对方的主基地，这个主基地推也没什么意义了，矿都已经没钱了。两攻的一个吼叫弩车，来吼一声啊兄弟们。这边坦克到了对方家里，保存回去了一个弩车，正在进行一个防守。弹筒这边现在有想象力啊，保存回去一个弩车。我刚刚看到他保存回去一个弩车是吧？弩车可以被保存回去吧？应该是可以的吧？还真的很少见到保存弩车这种事情的一个发生。三个弩车过来，现在是继续推。这边矿还有多少钱？2600块钱。这三个弩车推的话，两攻的吼叫弩车，真有点稍微扛不住。按照这节奏来看，应该是要强推的，对，应该是要强推的。熊猫上去直接喷火拍基地。好，另外一边哦，我们看到这边也是三英雄拆一片矿，坦克拆一片矿，两片矿各种拆，同时进行换矿啊，这个基地直接被拍倒。玉米这边现在属于那种没钱做节奏了，赶紧 TP 回去救援，这边矿肯定不能倒，三英雄是拆不了这边矿的。现在是三英雄 RPG 对方这个80人口部队，这怎么推？另外一边熊猫，哎呦，熊猫还被保存回去用来在家里面进行防守。这边弹种现在是也是两线进行救援，刚刚是被锤掉了一头熊，但是这边的一片矿应该现在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节奏，因为玉米现在没钱了，而且看了一下它的确也是没有存款，这个只有，而且人口还红掉了，现在也就是说它只有177块钱。弹筒凶啊，我们看到直接是把这基地给推下来，那这个基地是被对方给推掉，但是现在局面部队的正面部队来说，有这么一支部队来说，基本来说玉米的部队打不过人家。玉米现在有62人口的一个部队，坦克加上龙鹰，特别是这两个坦克，
但是我在想玉米现在能不能走一个打一个对方 defeat 的流那个路线啊。建筑其实这边我们看了一下弹种建筑也不多啊，能把对方地图上面建筑全部推光的话也是一回事，也是一回事，就待会打一个 defeat 流，毕竟这个人族的建筑是比较多的，爆自爆，对，人族建筑还是比较多，这么多建筑这要拆的话估计还得拆个半天。现在玉米的话是在超远程采矿，远到了极点，不能再远了，锤一下我们的手，黏住对方的这个山丘，连圣骑士都可以，我觉得连圣骑士会更加有性价比吧，山丘应该弄不死，没有什么限制性技能，比如说锤子啊，比如哎哎有个吹风，哎有个吹风，对对对对对，哟这个还真不能忘记这个吹风，这吹风也是个大空啊，避难回家，变个身，变个身算你牛，坦克再继续推，弩车过来进行防守，三个弩车打你这两个坦克应该是问题不大。哎这坦克好像在弩车面前有点稍微小娃娃哦，对吧，真的是一物降一物啊，别的不说啊，弩车打坦克绝对是一绝。现在山丘是在怒追里面鸟德，把鸟德给全部给废掉，但是这个没钱啊，这个超远程采矿这条线这是生命线啊，很容易被人家打崩的。而这边的话还有2000块钱存款，也就是说虽然这场比赛玉米呢曾经拥有一片三矿，但这个三矿呢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一直在那边修塔，一直在那边在维修。哎这边什么情况，好，三级熊猫又过来进行一个支援，现在的话在强打的地方那个家里面农民冲出来就基本被放死。哎呀六级兽王了，完了完了，六级兽王的话待会看一看山丘怎么办的。哎呀这圣骑士卡里面了吗，悲剧是这样上演的，我知道了，真的是悲剧是这样上演。山丘这边有锤的应该是没锤，67点了嘛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把这些农民给收割掉，不让你采钱。熊猫这边又是回去一个救火连击用来防龙鹰啊，龙鹰的话面对这个熊猫基本是没脾气，就真的是没脾气，再一口火的话龙鹰都要死，对龙鹰基本没什么用啊，拆建筑也不行，龙鹰真是一个悲剧的兵种。好这边矿没有，这样的话赶紧回去，还是就最后一个主基地了，这个堡垒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现在看了一下对方也不可能有再有坦克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要不就直接用弩车拉过来推就可以了嘛，对不对，熊猫在家里面防守，弩车拉到对方主基地里面推就可以了。吹起山丘来，这样的话我们看到一个骑士被拍死，各种吹。哎我们看到蛋总这场比赛这个万金油杂交部队啊配得非常漂亮，你能看出来蛋总这个什么路线吗，小鹿有，鸟德有，熊有， AC 有，女猎也有，这都是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兵种啊。好吧，那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应该说蛋总打得非常的漂亮，在前期稍微有点感觉被玉米打出气势的情况下，蛋总非常沉着冷静啊，在对方开出三矿以后采用了一个弩车的一个强推啊，因为一开始他其实用过弩车，但弩车被打掉了，后来就对吧以为蛋总就要转三本一个走雄鹿流了，没想到这边蛋总又出弩车啊，玉米这边也是防不胜防，出了很多防御塔，但面对对方弩车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直接被对方全部给干死。那我觉得这样的话要不就直接出两三个四九把对方弩车给偷了也行，那龙鹰好像的确不太行，龙鹰被对方一个九一个扔，然后什么小鹿啊精灵龙啊还有什么 IC 啊对吧，就关键这 IC 我觉得也是本场比赛里面一个很大亮点， IC 亮点在于他挨了很多锤，那所有的锤子就是扔给 IC 的， IC 是不用东一锤西一锤啊各种倒，好吧，那是这样一个情况。好的，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魔兽视频到这边，感谢收看，那也是祝大家这个双十一这个电子商务节过得开心啊，当然光棍节就大家就随便自己过得玩就可以了，好吧，那我们下次见，我是小歪。